为什么？哎，两个手机拍。两个手机拍。你会不会拍那种，就是我手举起来你，然后拍起我感觉就可以把我拍高一点的那种。这是你跳上来那种，就是那一瞬间是吧？对。啊，来来来，你试一试，好，三二一，跳。不是跳吗？那你摆吧，我看一下，我蹲下帮你拍，我蹲下拍的话就感觉你可能高一点，不知道，拍了很多张，你看吧，差不多应该，可以了，可以拍很多张 ，OK， 是帮你拍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以为你是说是跳起来那一瞬间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感觉拍起就是啊，站的有可能是你站的有点远。啊，你都比较喜欢拍，就是拍背影那种。苏芳 ，Hello， 这个嗨，你不会说广东话是不？教你一句，你哋好，你讲，你哋好。你们好是什么？你们好，意思。你们，你哋好系，你哋，你哋好，你好就是你好，你好了。你好。系啊，你好。记录一下这里，那么优美的环境。对面是不是香港？对，我住就是住在对面了。深圳湾口岸离我那里，我住在天水围，非常，也是非常好的地方。啊，有人下去，我们也下去。可以啊，下去？不要下去了吧，我们这里走，你想下去啊？我们下去。可以啊，在这里走一下下去。下去玩吧。可以，应该可以。但是就是怕那个鞋子惊泥沙而已。哎，我在捡什么？我在捡什么？捞玩的，我估计那一头我都没了，我感觉他们。螺蛳粉吗？是螺蛳粉吗？不是，螺蛳。这个漂亮，这个，有点。那个桥是不是可以？那个桥是可以啊，但是应该不能走过去哦，只能给车走过去。应该不能走。感觉应该不能走吧？苏芳，感觉这里怎么样？是不是风景非常优美？空气非常清新，没带车你来这个地方吗？苏芳是不是？有点害羞，感觉你是不是很熟？跟我是有点陌生，对，有点害羞，看不是很那个。苏芳，其实我就是可能这样，怎么说呢？好像会不会有点突然？就是那一天过来吃饭，然后认识你，然后就约你出来，会不会觉得有点突然？就是感觉会有一点点吧。以前从来没有过是吧？会有哪样的这样？其实我。就是那一次第一次来吃饭，就觉得你很好了，很有耐心去教我怎么去点餐，然后就觉得你很有耐心，很好，所以就想认识你这个朋友。其实我耐心也嗯，就觉得你很好，因为其实啊，没什么耐心，没什么耐心，但是对我很有耐心，所以就很想交一个朋友，比较觉得你比较特别。他们踩那鞋子，我都不想下去了。我也不想下去啊！要不我们去哪里？啊？我不想搞到这个鞋子这样，在这里走走就算了吧。对啊。苏芳。那你的同事朋友们，他知不知道今天约你出来？应该知道。没有，也没有跟我说。没有说。一号停车场吗？一号。好，走吧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
淑芳喜欢唱什么歌？你们啊？你们不会唱歌？你不会唱歌？那我唱歌给你听。你浅浅的微笑，就像乌梅子酱。下一句怎么唱？不会。这里可以拍一下。下去。好。下去。这里可以啊。小心点哦。就在石头这里可以打一下卡，拍一下照。这些都可以了。书放过来这里。来这里。还是那么可爱。我都想拍日记。拍什么？拍日记那种。没有，我都想拍。什么？拍日落？日落应该还没吧？书放，下次来香港可以找我玩。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对面就是香港，对面就是天水围。对面。对，对面就是我的地方，生活的地方，天水围。游泳过去。会死的。啊？会死的那里。不会死，只要你会游泳的话，应该。啊，这么不会游泳。好像这里也没有弄。那些气球啊，就说哪个地方是很深呀，不能过去的哦。对，好像他也没有那种说。什么有鲨鱼啦，是干嘛的？对。就是所以就是说。我去的那个海边公园都有那些。那边可能比较严格一点，这边比较自由一点。反正你能游泳，游过去就给你游。其实。人都是这样，我们在这里就可能看对面好像很美好，在对面的人就看着这里就觉得这边美好，就是这样的。就好像我在香港那么久就觉得香港很压抑，来这边就觉得舒服一点，地方大一点，空气清新一点。感觉都差不多吧。感觉你喜欢老家还是这边什么的呢？老家好一点。老家好一点。我喜欢躺平。喜欢躺平。躺平很好。要不要玩水下去一下？太脏了。嗯？太脏了。太脏。你看，都是。你要吃多点饭，太高长吧，会不会？长高一点。它能不能长高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应该我也不晓得。啊？我也不晓得。比较可爱，是吧？是吧？很可爱。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很可爱，觉得你很特别。小心，好，小心点，最重要小心，小心。好。风太大了，我都不敢站起来了。啊？没关系啊，什么都好看你，反正，在我心目中你怎么都好看。一二三笑，一二三笑。好，拍了几张？你看哪一张好？好，还拍一下背影是吧？
耶。好，你的手劲比我轻很多。Thank you.